大家好，我是周老师。很多人去按摩都是去做背，其实是有道理的。做背其实做的是五脏六腑，调理的是我们心肝脾肺肾，常常做背就能疏通五脏六腑，是一举多得，对身体非常好。下面我给大家演示如何疏通背部，大家可以准备一个拍子，就能常常给自己疏通背部了。我们先从大椎开始，然后就沿着整条督脉往下拍打，这个呢就是疏通我们的督脉，拍打的时间5到10分钟，然后我们再拍督脉两边的膀胱经。就这样左右各拍打5到10分钟，拍打到整个背部有微微发热的感觉。很多人其实背部是不通的，大椎淤堵就会容易长富贵包，肺区淤堵就会容易引发鼻子的问题、咽喉问题、皮肤不好，心区淤堵就会心火旺、睡眠不好、心慌等等，肝区淤堵就会肝火旺、爱发脾气、脸色暗黄，容易导致肝脏问题，脾区淤堵就会胃火大、胃不舒服、打嗝等，肾区淤堵就会肾气不足、尿频、黑眼圈，甚至有男性、女性等问题。好，以上就是用经络拍来疏通我们后背经络的方法，大家有空一定要坚持做，对身体好。好，本次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